好笑。等等哦，我带个帮手。有一点窄哦。好，有点窄。马上我的话都被你偷去了。还有那个女王，她很爱假装那个亲戚。很快推我啦！哇，这助手很想吃哦。他以为他有没有在旁边等久就杀了对啊。哦，其实你要骑那台跟哥哥一起，是不是？给我自己骑。跟姐姐哥哥一起，你去跟他一起环岛啊！就是两个人的那个脚踏车的那个性能，那个抗战有差，对啊，他们一定跟不上的。